进来。刘神。哦，这么快啊！哎，老师是故意夸张做一些动作让你们学习的啊！对，哎，很好，对，再来。让你们从小跟大人打习惯，当你慢慢都成长到成年的话，你们那个能力就很扎实，很好的。对，对，现在脚底不是很安全，防护很好的吗？对，你打一拳，你打一拳，打胸部，打，对，习惯打到，你不一定很猛，你打一拳过来，对呀，打，嘣，嘣，再嘣，强一点，懂吗？不一定很猛，可是习惯就打到。你是看的人不知道，我们打的人，然后他都感受到我的动作力量，对，而且你看都是一个直觉反射条件来打，多好，再来吧，打，对，杀，再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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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你看有没有？学起来，学起来啊！来，休息，这里，对对，再来，嗯。不要只是打我的手，一拍就冲，一拍就好，拍好了，哎拍，这个不是拍大了吗？这个、不是冲拳了吗？冲拳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就是以攻为守了啊！我你摆好，我过来打过来，你攻击作为防守，哎，拿出来，刚才那个，一拍打，这做两分钟哎，啊，再打一点，再拍一点，好、啊，深呼吸，对，拍点高低的角度有没有？哎，再来，再来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